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情况先知识，大家较早，今个礼拜日咯，咱今日咧继续甲各位讲解风水真经，大家来学易经，明仔开始啊，咱特别来甲各位讲解这个易经心法入门，我希望咱大家全民吼来学易经，天下一定太平。大家来学易经咧，咱社会会祥和。大家学易经诶，咱做事咧哈会较顺心。大家学易经咧，咱减少了钱，减少做恶业。明仔开始，咱可能会用一段时间咧。每一天来甲各位讲解易经，当然啦，易经是无真好讲。咱若以古圣先贤易经来用的是啊，咱来讲，可能真侪学医生、学马生，也未读过少年的，咱无读过易经的人，可能会读个到真正忝。我以各种上简单的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大家来读。我相信呢，咱家家户户会赚钱，会顺心。这件代志会对，唔对咧？咱只有用易经一条，会当来甲咱做着真正正确的判断。那么学习易经咧，对易经的基本的认识真重要。那么学以前对易经无了解的事啊，无真了解的事啊，咱要易经学袂好势。基本的常识，基本的信念，那么现在咱看这个《易经》心法入门内底其中一个《易经》的基本认识的，这个学《易经》的基本认识，这个、第一呢，《易经》是宇宙天地间万物的原动力，千真万确。易经就是咱的宇宙这么大，天地之间，万生万物，无论是人、草木、等等，伊的原动力，咱会甲各个工作熟悉。你听讲啊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所以易经是咱的宇宙天地之间万物的原动力，嘛是咱人的原动力，即是易经啊。过来呢，第二，易经每一天时时刻刻分秒，一个人在斗阵啊，跟咱斗阵。易经哦，一分一秒时时刻刻跟咱在斗阵，一只交换立场，烦恼跟欢喜的嘛是易啊。哎呀，我足怨叹的，我足欢喜的嘛是易啊。对人，哎呦，脚蹬立坐蹬坐安尼，嘛是易经啊，嘛是易经啊。我食足饱，啊真枵，嘛是易经啊。所以分分秒秒拢含咱伫斗阵，并无离咱离去啊。所以咱要了解易经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啊。咱学足紧的，真简单，真紧。咱过来看哈。易经是不分人的贫富贵贱，永远甲人伫斗阵，甲咱人斗阵。易经啊，是无分讲是人，好也善，无像咱古早人讲啊，你足有钱，才我都去学易经。是安尼，易经无分善恰人、好也人，有地位的、无地位的、戆的、精的。拢甲咱斗阵，永远是甲咱斗阵，伊无离开啊。所以易经即是无分人，
好野善，人都有咧分好野善。哇，我给他较一切，较善的人，咱就看不起啊。哦，我是宗教的宗教家，我是高等的国民，恁咱啊，若是三等的国民，这是上无地位的。但是已经无可能善，往后众生凡夫遭准，拢是甲咱斗阵，而且咱有迄个机会好学习，有迄个权利来学习易经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学习易经啊！啊，咱过来吼，啊，易经大者无边无际，小者看未着，但是拢伫咱人诶身边来。教我易经，哈、大只无边无际，太空船直直飞飞未到，你甲一个星球飞未到，迄嘛拢是易经伫内底啊，拢是易经诶范围以内啊。无论是你什么国土、天国、娱乐世界、东方诶世界、什么琉璃诶世界。什么世界？所有世界，遮尼宽，宽到你无法度量，拢是一个内底尔。可见你经看偌大。你三千大千世界嘛，伫拢一伫内底，一是啥？阴阳之内啊，阴甲阳之内啊。这边的天，甲这边的天，中间，大大甲无限的大，即是易经，易啊。亿亿啊，拢伫内底，大到无限的大，细只无限的细，细甲你看袂着的，算袂着，看见看袂着的，拢是为易经啊。所以咱易经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拢伫咱的范围亿的内底。十方甚知识，易经究竟偌大偌细？啊，拄只甲各位讲的，你无法度去探讨，甲伊的限度偌大。你无法度用眼镜、显微镜、吼电子镜去探讨细细甲偌细。易经在咱的思想以来，科学无法度证明。已经一大大到无限的一大，虚空之大，你无超过牛，拢是易。所以易者，咱的心，咱的思想，一个念头之间，拢是易。所以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啊。好，咱过来看这个好多文哈，易经本来就存在，只是咱以前无发觉而已。现在已经有至圣先师及往生老祖传授，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啊！易经过去啊，哈，咱因为这个大家对易经感觉真正深，所以唔敢学，唔敢来了解，好，甲看作一种神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无得了解。但是易经本来就存在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那就智行先师，孔子智行先师，要往禅多多几个先师呢，甲诸圣贤，哈、啊，诸觉者，哈、啊，先进大德嘅，拢共同伫弘扬这个易经，希望大家一当共同学易经，哈、啊，所以大家啊，爱好啊珍惜这个因缘，好啊珍惜，好、啊，咱过来，哈、啊，发地啦。易经是上慈悲，哈，心量上大，将来无看袂起咱人，咱大家，易经将来无向咱爱钱呀。易经是上慈悲的，无论好也善，摆卡嘛好，目睭无看，也是讲真艰苦破病人，也是鸟啊动物等等嘞，伊拢甲包容伫内底。那是用叫做世界阿弥陀佛教主啊，伊就是一个大愿力，无论蚊仔虫啊，哈，拢会用来我是用叫做世界修行。哈，若是因也无成道者，我绝对无去成佛。
哦，阿弥陀佛的心啊，有够慈悲，有够慈悲，无像咱即摆普通咧，现在食三杯应菜，吼、哦，都甲你上大。哦，我是什么神啊？我是啥啦、啊？我修行道人啦、啊？我是正神的啦、啊？我是啥啦、啊？恁拢是外道的啦、啊？啊，还是恁拢安怎啦、啊？哎哟，有气啊！阿弥陀佛都安尼分，咱众生是安尼都安尼分讲，我是上大的。社会世间分工合作，个人尽天命甲责任。一个扫涂骹、扫街路的人真伟大。涂骹若无扫，咱出门半路拿什么客家垫垫步？啊，若无环境卫生保护这人的保护咧，咱社会上寸步难行，全半路全地屎、全街屎、全人屎，全爱去尊敬所有人。那么已经伊无分无分，伊拢甲包起来。拢是众生调和的原动力，所以易经的心量发落慈悲讲，咱爱护学易经，哎，这易的心量上大，哈，拢无甲咱分啊，所以易经嘛无甲咱爱钱啊，易经无甲咱爱钱啊，咱过来学第七，易经是真容易学习，只要各位有信心，大家一定会学习。成功啊，也是成功。啊，易经啊，是真简单话。台湾话俗语咧讲，江湖一点诀，讲话无值三个钱。即句话是千真万确。江湖一点诀，江湖咱都看到是，感觉湖是真危险的代志，咱毋敢随便去踏入。一旦踏入咧，学无好势。惊无事，叫海底水叫断，叫溪水去拖去，咱会白掉江湖啊！哈、啊，是表示讲处处拢含这，咱发那学无正法嘞，咱会好多惊都唔对路的。那是妄想落到真经啊，开始，咱若毋对心的去修的时啊，敢若念就为福啊，好、啊，安尼是嘛无好得着。愈陷愈深，啊！你心性去修行，啊，对慈悲心去修行，所以易经啊，真好，真容易来学，大家免惊，啊，大家免惊嘿，大家有信心，咱就会好势。啊，咱特别，啊，可能易经就是生活，这点真重要。易经就是生活，就是生活。啊，易就是交换立场，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我的理念。你的理念，哈、哦，这顿食枵甲饱，好食歹食，有色无色，青色的，有咸无咸，有甜无甜，拢是易经呢。嘛是好多风水都叫好易经，都、就是生活。好、哦，所以易经的妙法啊，咱啊，我一个破做日常生活来讲开，我应该会感觉足有一种。信心啊，咱共同我都甲易经来学好，易经学好，风水就好。比如啊，咱一个信徒来，老师啊，我都搬进厝搬无偌久哦，那会厝内底着偷啦吼，我这厝内底囡仔毋读册啦，囡仔毋听话啦，出去毋倒来啦。我讲你这是易经甲风水有关系，风水有关系。好，那么要解决这风水问题，啊，你得对易经来套。对易经一秒发来套，我你门出来都出来嘛，你的门开开头前都老是进出来，出来在那大一条，钱啊老一条，啊，万一钱的偏一点拖，那么来的门就来采些槟榔，采些槟榔的时啊，你去都要一拖嘛，这一个交换立场，交换方式嘛。我回事啊！你自自然然的，你就会好些嘛。啊，什么叫我讲啊？哎，来你等着边方问小姐，哎，得安静。这都是易经的妙法，跟风水的妙法。慧寿方神秘学，易经是生活。啊，生活不离易经，风水是生活，
生活不离风水，风水的本源是易经。咱人的生命嘛是对易而来，哈、哦，易者为易也，易者心也，心者智慧者觉者，善念良心皆为易。那么现在继续过来看，哈、哦。易经学习易经可以减少失败的不幸，哈、啊，这句话千真万确。我明仔要投资一项生意，咱要问神，神在哪里？啊，神呢？伊个尴尬，当时要来也唔知。那么咧，学习易经以后咧，咱将内在的原动力、内在的大智慧为易。为易，啊，咱这对易来到咱这对无明，哈、哦，来到知影知的中间为经，所以易经呀，咱依据易经呀，咱我得了解讲，明仔我要创啥，可以不可以减少失败不幸？咱失败一届，万憾一世人；失败一届，出鼻头尾，互咱拖一大堆；失败一届。人凡事啊，因为咱呢，啊，家庭不宁，吼、哦，甚至咧，阿母离婚，所以咱学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学易经，做事业，咱一定顺心，哈、哦，做人处事会较顺心，啊，咱过来，哈、哦，学习易经诶，啊，不，迄、那个不但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进步也帮助他人。咱学习已经甲学习风水同款，保护家己，卖犯错，卖犯错就袂伤害他人啊。咱就用变帮助他人啊。亲戚朋友，我要创啥？袂晓，哎，我已经甲你算用易经的妙，甲你算看卖，哈哈，你会晓，哦，会晓啊。那么你就袂去减少失败，好、哦，这个减少着失败。那无食，咱失败那济食，事事行行啊，一定痛苦连连啊！啊，所以易经要帮助他人。十一呢，哈、啊，易经无分王侯将相，凡夫走入农夫工人，甚至犯罪的人啊，易经啊，大公无私，若是为着的违背易经的法则。都是违背天理，违背天理啊！违背易经的法则咧，违背天理，要成功的机会是非常的困难。即使咱有得到什么物件，咱嘛一世人会怨叹，一心不安。所以咱该为不该为，该得不该得啊，该做不该做，咱用易经来做咱的准则。所以易经无分王侯将相。凡夫走准，哈、啊，拖三轮车的，搭物件、做田的、做工人，啊，是甚至犯罪的人啊，咱已经是无甲咱分。只要咱遵守已经啊，啊，咱犯罪的人啊，咱有一天嘛会做好人。所以犯罪，卖阁继续阁犯罪。咱犯罪爱讲忏悔、悔失的、赔不是，想尽办法来弥补啦。安尼你心就安尼，迄就是益啊！将心比心，交换立场，交换心境，或者益。在交换心境中间的过程，或者经，路途或者经。那比如啊，咱做犯罪伤害着他人啊，那咱也悔失的，那么个犯着，设法来弥补啦。交换立场为益为经。各位是方神知识，易经妙法都是伫生活之中啊，无离咱遮尔远。嘛不过哇，这是易经是啥物专门啥物人在研究诶？无这个理，易经非常的慈悲，易经即是咱人的性命，易经是咱人甲人中间不可分的物件。下过来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吼、哦，大家学习易经，家庭必定会祥和。
吼、哦，大家学习易经啊，夫妻会圆满。吼、哦，大家学习易经啊，事业会顺心；大家学习易经啊，社会会更加祥和；大家学习易经啊，身体会健康；大家学习易经啊，心啊会健康，身体以外，心内在心会健康。吼、哦，大家学习易经啊，吼、哦，教育会更加好。大家学习易经啊，国家会更加富强。大家学习易经啊，修到更加精进。哦，大家学习易经啊，天下更太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明仔载开始，咱要来对易经心法入门啊，对初步甲各位讲解易经。那么学习易经的好处呢？都这样甲各位，总共有21条，这是简单。要搁较济咧，因为咱84000种的法门，84000种的烦恼，咱来把烦恼化作欢喜，咱要将失败甲化作成功。你要问神都会问，熬人无简单当哦，真真正正有正法的人，你无简单拄着，你要找着伊无简单，伊无用，伊嘛是一个学习一个精进啊。那圣贤几千年来都有甲咱留来啊！我已经，咱原来都有些智慧啊，藏伫内底尔呢，无提出来用啊。咱有一个弥勒菩萨吼，迄布袋和尚啊，后壁排一布袋啊，笑眯眯啊，笑众生，那个看到在心尔，迄毋是在心尔，布袋和尚笑佛，笑众生。咱每个人内底都有烦恼、艰辛、苦，这样拢排这个袋内底，咱嘛有智慧排伫内底。你是安尼无提出来用，外口有苦苦中苦苦的求，我那边心酸求明珠，我叫你求什么多求啥明珠？你这家你本来就有啊，你若唔求，你对外面拍咧苦苦肉，拍一个物件伫内底咧苦苦肉，要找物件。所以各位十方圣弟是我希望咱大家共同来学习易经，易经甲风水本来就合一。希望咱大家共同呢学易经，天下更太平。今日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段落，祝各位学业平安，事业顺遂。